乱世中置身于虚迷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一心为众生逐名义，即是留谁的谜。日落暮息，匍匐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，妒忌常有心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求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父亲，您打算怎么处置叔叔和乔振坤？星辰，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，交给空禅去处理吧。血浓于水啊，父亲，望您开恩放过叔叔。至于乔振坤，他身中剧毒，已是将死之人，对我们已经造不成威胁了。族长，门口有一个叫雷亚的，说是来谈判，带上来。是。我是来谈判的，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，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跑了，不可能再给你们造成任何伤害。如果你们不让我治疗神树，那么神树很快就要枯死了。你真能治好神树？当然了，我们早就说过要把神树的病治好，让所有人都分享科技成果，这有什么不好？父亲，我们眼前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。您放心，我会看住他们，让他们试试吧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们。别浪费力气了，这是神木族特制的金刚锁链，谁都挣脱不了。你害死我爹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越恨我，我就越高兴。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吗？你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孤儿吗？我现在就让你翻不了身。你求我呀，说不定我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对你好点。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交到一个你这样的好朋友。让我看看，这脸蛋受伤了没有啊？走开！多漂亮的脸蛋儿啊！哪个男人见了都会动心，真是恨不得把它撕下来。云长听得见吗？云长！星辰，还没找到云长啊？
没有，兜绕了一圈也找不到他。怎么会这样？云长不是去找楚天瑶了吗？是啊，咱们赶紧分头找找吧。。别被楚天瑶发现了。楚天瑶，星辰，云长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叶会长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叶会长怎么了？他死了。凶器是一个簪子，云长说是他送给你的。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？星辰，我可是怀着你的孩子的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之前叶会长来信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远志的。楚天瑶，你嘴里到底还有没有一句真话？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，星辰，我都是为你好。我对你的感情你还不知道吗？就算你把我当作仇人，我也愿意为你去死。你说够了吗？云长现在失踪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哪儿？云长，云长，你满脑子都是云长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愿意退出。我今天来到这儿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神叔为什么久病不愈，是因为七彩胡风。但你一定不知道，七彩胡风就是师父所养。师父利用他们，大量的吸取神树的灵力，这就是神树枯萎的原因。不可能，我师父绝不会做出对不起神木族的事。爱信不信？我为什么要打你吗？恶人作恶，哪需要这么多理由？哼，牙尖嘴利，我根本就没有杀叶秋实，你们一个个都不相信我，倒不如真把他杀了，不枉这罪名。不是你，是谁？想知道呀？那你就把这个喝下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发现的一种很神奇的药，名为无情水。喝下去之后会让你无爱无恨，让你顺利地忘掉穆星辰，也会忘记我对你做的这些事儿。此药的人只要动情就会毒发，而每次毒性发作，只要想起动情的事，就会失去部分记忆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忘记穆星辰。
云长，你到底在哪？这么久，终于抓到你了。舒天瑶，你放了美娇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她。我输了，我真的输了，你放了她，我求求你了。求我！师父，您要的小精灵徒儿帮您找到了。我让你找的小精灵，你果然找到了，干得好。师父交代的事情，徒儿一定竭尽全力，万死不辞。看来叶云长已经落在你的手上了。你要见他吗？哼，他是你的仇人，就任由你处置吧。神树的力量就尽为我所用了。你这个老巫婆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了。云长，我们两人之间看谁笑到最后。真的很想他，不过你越动情，忘记他的速度就会越快。楚天瑶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就喜欢你？我到底哪点比你差？
你说你爱他，可是你只是想要占有他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在你眼中，这只是一剂被调配错的药剂，这是毒药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得到他，他也不会爱你。你与其在这说教，不如想想怎么保全自己的性命。你把我们带到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出好戏。你还想有什么花招折磨我们？不用着急，你一会儿就不用痛苦了。神树会被你气死的。神树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们管不着。空禅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自从你当年离开我的那一刻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让你服服帖帖的永远待在我身边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你就不用再当那个小小的市长了。以后你就是我的傀儡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是，主人。父亲，您找我。清晨，神木族的劫难总算过去，我也算松了一口气。你虽然不太愿意现在接任族长之位，但有一个东西，我想是时候交给你了。这是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是。奇怪，北边呢？小心！爹，爹。
怎么样？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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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震天，你爹有问题，他被人控制了。谁指使你来的？爹，我呀，乔震天啊，怎么了？我是你儿子，爹。先别了，星辰，以后神木族就交给你了。爹，爹，爹，爹！爹，爹，爹！答应你，大家都下去吧。少主，神木族不可一日无主啊！你要早一点继承族长的位置。这样会让那些对你心怀不轨的人无机可乘。长老，这万万不可。凶手一定是觊觎族长之位，星辰一旦继承，下一个目标就会是他。我倒不这么认为。星辰继承族长之位之后，就大权在握，再由我从中辅佐，那些人想下手他也不容易。月坤长老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啊，少主请讲。这就按我说的做吧。是。星辰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天阳，你说的对。有人在汲取神树的精华，所以导致神树逐渐枯萎。星辰，你不能再犹豫了。乔振坤杀了族长，一定是被空禅所控制的。你要再不做出点什么来，我怕你性命不保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
这些外族人是杀害我们族人的凶手，如今又来祸害神树，他们怎么有脸来到这里？他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事，雷人，咱们去看看我表哥。星辰，这些外族人贪得无厌，只知道掠夺，你为什么还让他们研究神术？ 我是少主，我做事是有原因的，不用你多嘴。穆星辰，他们是杀害我们族人和月影的凶手，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，你还引狼入室。好，你不动手，我来。你砍！ 玉坤，星辰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 你只不过是一个长老，现在我是少主，什么都要听我的。穆星辰目中无人，任意妄为，亵渎了我们的神术，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少主。就是，没资格，没有上司的孩子。各位长老，星辰是一时冲动，请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哼，年少轻狂。 连少主都做不好，还怎么领导我们神木族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！好！你们以为我愿意当这个少主是吗？从今以后，神木族的一切与我无关，后会无期。 收到我的消息，立刻回复我。知晓，灵鸟为何不停啼叫？心灵偏偏倚着琴。我平时就负责治疗一些受伤的野兽嘛，治好你当然也不奇怪吧。兽医，去哪儿啊？ 这回去的路程这么远，多辛苦啊！谁还会成为谁的依靠？哪里还有梦可以去找？风在吹，云听不到。星辰，你在哪儿啊？叶云昌，我现在以前这样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？ 你要怎么理解？你跟你跟别的女人上床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要分手啊！刚好你轻飘泊在这场骤雨，我也置身于熟熟雾里，不如一起等风停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替我父亲报仇。真天，当日的情况你也看到了。
你父亲，我知道，但我还是……兄弟，放心，我们联手，一起找到幕后真凶。 长短一样。